ET 個股推介是內世特1316，經濟部投資業話早揀選原因是自動駕駛技術日趨成熟，增加無人車、智能汽車及相關零件的需求，股份可以留意全球轉向及傳動系統龍頭供應商內世特。麦券商中金就话，目前内世特已经有两个线控订单在手，公司是第三季公布新获取独立软件订单，显示出公司突出的软件能力，亦为公司在线控转型领域保持领先优势。公司近期披露啦，获得全球电动车龙头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EPS 项目定点采购。麦中金估计，麦呢个 EPS 定点采购单车价值喺200至300美元。有望在2025年量产，如果量产规模达到500,000架的话，对公司的营收贡献会达到1.2亿美元。走势上，内世特股价在第三季持续受压，近日藉着新订单利好，升穿七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，短期预料上市6元区，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，未有货的话适宜等候低过5元附近吸纳，止蚀位定是4.6。